学好，今天我们来上15.7含绝对词的不等式。15.7含绝对词二不等式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初中的绝对词，老师当初怎么跟我们分享的。好，一个 nots。一个吧，好，老师会问说，哎，同学，绝对值3是多少？哦，那时候老师说，一个正数出来还是一样自己的数 ，OK 吗？好，再来呢，零呢？哦，一个零或非负正数出来还是自己 ，OK 吗？如果今天是个负号呢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负号出来加变正号 ，OK 吗？好，怎么变正号？负号你拆掉的话，如果直接拆掉会变负3。你负三的话呢，怎么会变正三呢？你前面补多一个负号就好了 ，OK 吗？当初老师这样跟我们分享的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三个归纳成一个式子，就是说绝对值 x 等于多少？如果今天是 x 正数，或者是零，那怎么办呢？同学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直接拆开来，没事。哎，如果今天是负号呢？拆开来怎样？因为这本身负号绝对值出来是正的嘛，或者零嘛，所以这个是小于零是负号，怎么办？补多一个负号，负负就得正。好，所以我们把三个归纳成这里。好了，当初我们就这样学。好了，我们来举个例子。好，绝对值 x 等于3，请问一下 x 多少？同学 x 多少呢？3的绝对值等于3，负3的绝对值也是等于3，所以绝对值一个东西等于3，啊，这东西多少？正负三，好啦，好，我们来画个竖线图来看看，这 x 哈，好，这负三，这个三，好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？哎，负三跟三，好，是这两个点。好，绝对值三，我们从它几何意义是什么呢？好，绝对值你是把它想成距离，跟谁的距离 ？x 跟谁的距离 ？x 这个 x 是 x 减零嘛，跟哪里的距离？跟原点的距离。好，跟原点的距离为3，比如说，所以负3跟原点的距离是3，啊，3跟原点距离也是3，所以我们答案是什么 ？x 等于正负3 ，OK 吗？绝对值 x 等于3，所以 x 跟原点距离等于3，请问 x 要什么3？要么负3。好，就是它的几何意义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，好了，弄成一个不等式。好，如果今天是 x 小于等于，如果今天绝对值 x 小于等于3的话呢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 x 是多少？好，来，有同学，老师还不简单啊，我题刚刚讲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先画一个竖线图 ，x 绝对值 x。跟原点的距离，对，好，原点在哪里？假设这原点在这条线，零啊，跟原点，好了，你距离是3啊，只要是3的时候是在这里，刚刚我们讲过了，3的时候是这两点，现在小于3呢，你的范围在哪里？范围在哪里？偷偷告诉各位，范围是在这里边，哎，你看吧，负2跟原点距离是小于3。啊，负一根原点距离小于3，一根原点距离，二根原点距离3 ，OK 吗？都一样，以此类推。所以跟原点距离小于等于3，所以 x 大于等于负3，小于等于3。好了哈，这是从几何意义上去了解。啊，有同学就问啊，老师，你能不能带一个数字给我有所感觉一下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就跟大家分享了。好，什么事呢？看到。来，我们来做个实验，来吧，负三，好，零，一，二，2.9，三，3.1，四，五，点点点，我们来做这个数啊，好，再来负一，负二，负2.9，负三，负3.1，好，先把它改下来，我稍微再讲一次啊，我们来做个实验，来这里啊。零一二，2.9，三点一，四，点点点，再来，
负一、负二、负二点九、负二点九、负三、负三点一、负四，好，点点点。好啦，我们来做实验啦，来。好，零带进去可以吗？从零开始，零带进去可以吗？零绝对值零，小于等于三，对吗？对 ，OK。一呢 ？OK。二呢 ？OK。二点九呢？可以。三呢？可以。三点一可以吗？不行。四呢？不行，后面都不行了。好，这不行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这可以了啊。这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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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。好，再来负一呢？负一带进去可以吗？可以，负二呢？可以，负二点九呢？也可以，负三呢？可以，负三点一呢？绝对值三点一，三点一小于等于三吗？错，负四呢？四，负四绝对值四，四小于等于三，错，所以都错完。所以你的范围是在哪里呢？所以你的范围是负三到三，也就是这里了。所以从几何意义上，我们知道是这样；从代数上去验证，我们也知道是这样，可以啊。好，注意一点啊，如果今天好一个 not that 告诉大家 not that 注意啊，来，如果今天是没有等号的话怎么办？答案怎么做？好，没有等号你就把这个嘛，就是把实心变空心就是好了哈，你把实心变成空心好不好？一样，所以它答案是这里，就这样也好，好不好？有等号是实心，没有等号空心，就这样，对啊，好，这就是绝对值小于等于三的。如果第四个呢，绝对值 x 大于等于三，好，它几何意义在哪里？好，一样，我们刚说等于三的话是这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呢，等于三的话是这两个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两个点嘛 ，OK。现在大于三，大绝对值 x 大于三是说。x 哪些数它跟原点距离会超过三，请问 x 在哪里？三带进去可以啊，四五六，所以应该是在这里。好了哈，好，我们怎么写 ？x 小于等于负三，哦 ，x 大于等于三，可以吗？好啦，来，有同学说老师，我怀疑你整的嘞。那好了，我们来一样做实验，好不好？用零，用一，用二，用二点九，三，三点一，四，点点点，来做实验。好，再来负一，负二，负二点九，负三，负三点一，负四，点点点，来做实验。好，来，零带进去可以吗？零带等于三，错，不行。一呢带进去可以吗？不行。二呢？不行。二点九呢？不行。三呢？哦，可以。三点一呢？可以。啊，四呢？也可以。啊，点点点都可以。等下，好，再来负一可以吗？负一绝对值带等于三吗？不行。负二呢？不行。负二点九啊，不行。负三呢 ？OK。负三点一 OK。负四可以吗？可以。都可以，对啊，所以你答案在哪里？所以你的答案就在 x 小于等于负三 ，x 大于等于三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好，知道这件事。好，同学又问了，老师，万一这个没有等号呢？这个没有等号讲，一样一样画葫芦。好，再告诉各位啊，一样负三跟三。好，没有等号，你把实心换成讲空心就好了，可以啊。好，你的答案就是 x 小于负三，哦 ，x 大于三，可以啊。好，讲到这 x 大于等于三，这些都是正常的情况。现在讲一些比较 tricky 的，要注意啊一些细节。好，五，如果今天有一个问题说，老师，绝对值 x 大于等于负三呢？请问？x 是多少？好了，我们从几何意义去看，绝对值 x 代表与原点的距离，要大于负三，有可能吗？还是都有可能？好，偷告诉各位，你看嘛，
我们就做实验嘛，对不对？零单去可以，一单去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通带可以，负一负二带进去都可以，所以所有值带进去可以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？X 属于所有的实数 ，real number， 好吧？接下来第六，绝对值 X 小于等于负三呢？好，绝对值 X 小于等于负三呢？啊，绝对值是非负的嘛，它怎么可以小于负号呢？那不可能啊，所以无解，这个是什么 ？No solution。哎呀，比如说一带进去不行，二带进去三四五六七负一负二负三带进去都不行，所以这两个是比较 tricky 的。